我嘅玩特集時間11:58。我時間11:59。唉，即係而家時間11:00，12月25日星期一。啊，今日12月25日星期日咧，星期一。就是這個聖誕節，聖誕節即是正日，聖誕節是誰慶祝？但是我前年三年前2014年12月25日，我就走去這個台味冰點食晚餐，到了前年2015年就去這個香港大人，去年就沒有，只是踩轉單車，這是我家裡吃的東西。啊，除了今天聖誕節之外，亦都咧，今天12月25日星期一，亦都是2017年的最後就是 last 一個禮拜。意思是意思話成個2017年只係剩翻今個禮拜啫，剩翻7日啫，最後一個禮拜嘅，2017年的最後一個禮拜啦，真係要道別。我今次 BL1 4次 MVP， 升到 level 126同埋 level 127級，升咗連升兩級。即係因為有呢個雙倍經驗值加成咗，加上我分數高，可以升得快啲。而家差唔多升到 level 128級。即係平安夜，嗱，即係今日，即係凌晨啊，聖誕節咧，會有通宵服務。即係因為好多人喺尖沙咀嗰度飲酒，喺嗰度睇下燈飾，觀賞下維港兩岸嘅嗰啲聖誕燈飾啊。即係咁樣嘅話比較多人，所以佢哋即係每次喺聖誕節，甚至元旦日就會舉行呢個通宵服務，就係咁啦。不過永遠705線，唔係，應該係話，我覺得冇咩好睇，覺得燈飾嚟去個個去曬尖沙咀唔知做乜。雖然你話睇燈飾，但我相信嗰啲燈飾永遠就係睇過，而睇完又睇，睇完又睇，你每年借嚟睇啲同一樣嘅燈飾，有啲咩新嘢喺入邊啊？可能係啲咩咧？向即香港回歸20周年啦，淨係見到20個字樣咧，即係話睇喺個淨係彈咗20個字樣嘅啫。唔信？如果係徐直傑，一定會彈咗嗰個20個字樣，一定會係徐直傑嗰陣時，今年。哇！除咗即係。今天12月24日即是在下午的時候就25度升到，但到了夜晚就氣温就很涼了，稍微因為受到這個東北季候風的補充影響，因為即這一天不是算太冷，不算太即都算暖一下，即因為10幾日的時候就受到這個強烈的東北季候風影響，真的很冷，氣温跌到7度，同埋即刻加上佢非常乾燥啦。有時都乾燥，你爆炸就可能控制，難以控制。哇！哇！聖誕節啦，出邊嗰啲燈飾睇過真係好靚。聖誕樹都見到好多啊，
個個都話想收聲食聖誕大餐，收聖誕禮物，但唔知個願望有冇實現到。因為佢成日都話啲任何啲節日，你注定都係自己一個過，冇嘢食又冇氣氛。話唔識啊，唔使即係話，如果想如果自己過聖誕嗰啲人，就千萬不要太灰心，一定會有新，一定會有新嘅光輝。意思係咩？即係唔代表你永世都自己過。好似啲抽，好似嗰啲抽象形式咁樣同你講，即係好似即係文言文咁樣。如果問你，我一生人最中意，即係例如我有一個課文就話我中意豆腐，豆腐可以反映到我一生，即係呢啲係抽象式嘅呢啲，即係同埋抒發咗你咩感受？呢、這個就係啲嗰啲作家用咩用抽象式嘅嘢去寫啊！哇！我就係記得喺聯歡會嗰日，即係12月21日之前呢、這個聖誕祈禱會，即係又到校長分享一個環節，即係神父講道咧，其實冇咩嘢睇嘅，即係講嗰啲咩咧。但係校長分享咧，即係佢周不時都遇過啲咩，佢即係講出嚟。佢就話喺一個星期六咧，好似係11月19日，唔係喎，11月18日星期六啊，佢話揸下車去呢個咩咩唔知乜鬼橋嗰陣時，咁啱就發生咗一宗嘅車相撞，即係當一架佢話等喺個高速公路嗰度見到呢個電單車咧，睇撞到前面嗰架車，然之後成個人反轉，跟住後屘嗰個校長揸我架車咁啱就喺嗰度，跟住然之後後屘嗰兩架車撞到校長架車，跟住呢單嘢成全部講曬出嚟。我真係心諗係咪真係咁多嘢講咧？點解你唔一次講曬佢？佢講親都講十至到三十分鐘。你都話講真啦，其實我細個都有啲咁嘅經歷。你有時又玩又唔得，唔玩又唔得，即係諗唔到人生嘅路點樣行。啊，就係呢啲嘢。哇！即係咁多分享咁，哇！校長你個腦真係～幾靚，咁都記得曬嘢。我好簡單，即係好似唔係好似失憶咁樣啦。如果你即係失憶，意思係話你個即係如果你個腦有櫃桶，櫃桶係裝曬嘢。如果你個腦失憶，即係表示裏邊嗰啲記，裏邊嗰啲嘢全部唔見曬。如果你一時記唔起，就係代表你個櫃桶打唔開。打唔開意思係睇唔到呢啲嘢，睇唔到就係記唔到，而記得就可以打開個櫃桶。哇！咦？咩威 Sir？ 咩事？乜 Q 嘢啊？咩威 Sir 講咩啊？哇！三次喎，點試喂？冇搞部機喎，點解無啦啦聽威 Sir 喂？邊個嚟喂？啊死我啲聲！唉，唔好學啦！都係差唔多過完啦，12月，喂，2017差唔多過完啦。
即係聖誕，即係話嗰張義工須知要喺12月30日之前要交翻俾學校。即係我今日25號同26號好多人唔可以交俾，因為紅色就個學校唔開，即係我就唔可以入去。我27、28、29嘅自由，應該話我係淨係翻27至30號，得翻呢4日時間。但係打機打咗2-3個鐘，睇埋宿舍1個鐘，咁我打少一次。